你上厕所的时候锁啥门呢？我上厕所呢，锁门咋的了？你上厕所的时候你玩啥手机呀？玩手机咋的了？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影响夫妻感情。这咋影响夫妻感情了？你拿的是我的手机。啊，有秘密是吗？孩子成绩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多少分？49。哎，你怎么不问满分是多少呀？满分多少？120。哎，你怎么不问最高分是多少啊？最高分多少？118。哎，你怎么不问孩子排多少名啊？排多少名？倒数第一。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